成对手啊，还是当成朋友啊？对，谢谢哈，谢谢我们的世界冠军团队，谢谢。说两句，这些人就算了吧，这怎么拉的这个？这些人怎么算了？来，等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个路，我觉得让真正的路拉车是比较好的。啊，还是大家只能让超哥来拉是吧？我操，那放头上的。跑男团队，而且我们要几个人一起上车，我们都说好了。我刚才说了，必须一起上车。我来拉，我来拉，真的。头上还要顶一杯水，可以，一起上。你说了啊？我说的，一起上。你确定吗？真的，真的。我的妈呀，真是一起上了。超哥受得了，车受得了吗？哎，小鹿，你要不要来拉？我不拉，我不拉。晨哥上啊！我说这个车就是为你准备的。等一下哈。超哥，这杯水就是给你准备的，你要渴了你就硬一口。没有，他说放我头顶上。据说是不能洒是吧？我的妈呀，车不行啊。没事，我们先拍张照片，先拍张照片。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先试试看，拍张照片。不能太紧。试一下啊。超哥发出怒吼。一二三，呀！拉不动吧，放过他吧，放过他吧。算了算了，走过来吧，走过来吧。这样好 ，baby 坐在上面吧，我们请跑男团来护送你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一起来哈。来，一起来，超哥拉 baby， 跑男团保驾护航啊！来，欢迎我们的跑男团们。好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大家一起来看右边。来，各位一起哈，各位一起。来，摆一个什么姿势看媒体老师？好。想说圣诞快乐，一二三，环保吧兄弟，哇，好热闹。来，好，把车先撤了吧。工作人员把车撤了。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个忙，谢谢。好，欢迎我们的跑男团登场。来，这个大部队来了哈，这是一会儿玩游戏的地儿，想玩的可以玩。来，我们给陈哥一个话筒，为大家准备的游乐场，给陈哥一个话筒。来，来，咱们依次打个招呼，对对对，讲一讲对新片的期待呀、感觉啊什么的，随便聊。没有，因为这个一直跟那个棍儿哥每天都在一起。完了，前两天那个，哎，今天眉毛，今天眉毛不错吧？今天眉毛不错，有长出来了，防水的，防水的。今天又没有水，对，一会儿有下水环节，那个在场的记者朋友们请注意，一会儿丽姐来了以后要表演下水环节。好。好，来，我们依次郑凯。郑凯，说什么？哎，多说一下，随便都可以。夸的话，夸夸恶棍天使，夸夸超哥丽姐。夸夸这个恶棍天使这个电影真的很棒，棍儿哥，我们提前已经每个人都给他那个倒计时过了时啊。对，然后那个娘娘来的那一期跑男也创了收视记录了，是。所以希望票房也可以创记录，谢谢。票房大卖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小鹿，小鹿。电影特别棒，看票房破纪录。哎，今天放的是你的倒计时、啊。对，我还有通告。还有通告，这么忙都。哎，这个车真的是给你准备了。小鹿，因为那个之前你还没来的时候，超哥一直就埋怨说小鹿怎么还不到？不是应该他拉车吗？给你定做的一个完全是圣诞节的。对，因为圣诞老人的那个车是鹿拉的。鹿车，对。我不是这种鹿。你是袍子是吧？傻袍子。我是袍子，对。对，对，票房大卖，对。谢谢谢谢。谢谢鹿晗今天值班哈，嗯，来 ，baby。超哥，你今天是圣诞老超吧？我是老超，这像骂人的话。我是圣诞老超，圣诞老超，是的。谢谢你今天圣诞老超把我们拉过来，然后也祝你这个车可以拉很多的票房回来、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们都财源滚滚哈。对，真的谢谢 baby， 票房大卖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祖蓝。对，本来超哥创作的戏呢，真的有点担心的。真的，但是还好娘娘在，娘娘在，票房什么意思、啊？肯定
肯定票房没有问题。对对对，要我这就完蛋了。对，我们兄弟团的跑男呢，也是因为娘娘刚刚就破了记录，是吧？所以肯定这个真的会破记录，好，票房都会破记录。娘娘在，大家也都在，好吧？特别感谢大家，真的，百忙中他们都太忙太忙了，今天真的是卸下工作来到这儿捧场。包括赫赫啊、宝强啊，然后小包啊，都发来贺电，说因为他们实在在横店呢，是是是，发来贺电，贺电，贺电，对对对，我很感谢我的这些兄弟们，也就是就像我们这么几季一起走过来，我觉得跑男给我带来的真的是一群家人 ，family， 给我的电影做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贡献，真的我真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的，真的，好，真的 ，we are family。Family 拍张照片，来，再恶棍着拍张照片。我们再来一遍 Family 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这个照片得有点不一样一点，来。我帮你拿着话筒，超哥，我给你拿着话筒，来，准备好，你喊啊。一二三。来，没门重新来。来，一二三 ，We are Family。好，电影要开始了。得赶快去看片了，好吧？谢谢谢谢，跑男团们，咱们准备去看片了，谢谢，好吧？辛苦各位，谢谢。然后谢谢，咱们大家可以到这个摇摇车这边，再让媒体老师留一些照片。来，摇摇车这边可以让媒体老师拍一些照片。大麦。来，有请电影《恶棍天使》的各位主创。哎，他们在这边做着一些交涉，怎么着？来，这样，咱们最后啊，要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推着超哥进来吧，因为你拉了半天也不容易。我们稍微好吧，好，来，先让丽姐跟媒体老师打一个招呼。希望会有好的成绩，也希望会有更多的观众会。所有的媒体老师和嘉宾就会看这个片子，在这之前还有什么要跟大家简单聊聊的？真的，那我。